这么晚回家，孩子也不管，家务也不做，是不是你过不过了？我不是在工作吗？我不工作，你们吃什么喝什么？这个家只有你工作吗？过不下去就离婚。你问家里话，孩子都够了。问一下孩子要跟谁？怎么办？爸爸妈妈要离婚了，我们快离婚家好吗？爸爸妈妈，你们怎么吵架了呀？刚才事情你们不要管。爸爸妈妈要离婚了，姐妹你们要跟谁？不要，爸爸妈妈你们不要离婚吧，我不要你们离婚。行了，赶紧进屋吧。妹妹你们先进屋吧，爸爸和妈妈还有事情要谈。妹妹我们走吧。我去一下洗手间，你帮我看一下，不许偷喝哦。放心吧，我才不会呢。我就喝一口，应该不会被发现吧？不好喝，再喝一口。怎么没了？我奶茶呢？我喝完了。我不是说了不要你喝吗？你陪我，这是我的，不行。你们又在抢什么？姐姐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贪心啊？以后再也不给你买奶茶了。你为什么每一次都指教性他呀？哎，姐姐，你在听什么歌啊？姐，你干嘛不理我啊？姐，我听一下嘛。拿去吧，以后我再也不当你的姐姐了。哼，不当就不当，本事你们谁想当我姐姐？我会宠着你们的。我给你买了奶茶，快喝吧。我不要，我特地用零花钱给你买的，别生气。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啊？我怕你真的不要我这个妹妹了，我不能没有你的姐姐。看你表现吧。嗯。你们到底想好去哪里玩了吗？爸爸，我想去动物园。我要去水上乐园。到底去哪儿？听我的，去水上乐园。干嘛听你的呀？我不管，我是妹妹，天气这么热，就要听我的，我要玩水。妹妹都哭了，那要去水上乐园吧。赶紧收拾东西。拿包去了。你记得带身份证。知道了，别啰嗦。在这里干嘛呀？还不赶紧去买票！我的身份证忘记拿了。出门的时候不是让你带了吗？事情都发生了，你还说什么说嘛？那你怎么买票啊？没有身份证买不了票。要不你把你的身份证给我，让我继续玩。反正你是姐姐，我干嘛要给你啊？我不玩了吗？我不管。哇，姐姐不去买太可惜了。谁丢的垃圾啊？他丢的。是你丢的吗？不是我丢的。你干嘛诬陷我家？我姐又没有钱，怎么会买得起零食啊？赶紧跟我姐道歉。不是我丢的，凭什么道歉啊？你确定吗？这里面可是有监控的，赶紧道歉。哎，好，对不起，我来。就你还想欺负我姐？我姐只能我欺负，记住了。你干嘛帮我呀？我看不惯别人欺负你，我也看不惯你老抢我东西。来，我给你买一张票。你是怎么买到的呀？你别管，我有我的办法。你哪来的钱？当然是我的零花钱喽。走，去玩。走。我那件新买的吊带是不是你拿了？不是，不是你拿，还有谁呀？你那件新的就是我的了。衣服是我藏的，他老是打喷嚏，应该是感冒了，哪里还能穿吊带啊？可他现在要穿我的衣服怎么办呀？给他穿啊，就是不能穿太少，别感冒加重了。看好妹妹啊，你当姐姐的就要负责。行吧，妹妹不生病才是大事。你想要穿什么衣服给你找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个条件。条件？什么条件啊？来，把这个给喝了。知道了，我这样穿好看吗？有袖子不会冷着的。好看，不过这个衣服好像是我的耶。你自己说，我可以随便穿的。那行吧。姐，过来一下。干嘛呀？我看你这衣服都小了，上次逛街我看这套衣服挺适合你的，就给你买了。反正你比我高，以后你穿不了的衣服都给我穿。这……别太感动，以后我看到喜欢的也让你给我买。看心情吧。你也喝杯吧，给你泡的维 C。平时让你多吃点水果都不吃，还不补充点维 C， 算你有点良心。赶紧喝，喝完把衣服换了，我们一起去拍照。一起？对呀、啊，不过我可等不了你那么久。我刚看到一个娃娃，很适合你，送给你了。哇，好可爱呀、啊！你干嘛送那娃娃？你们俩不会偷偷谈恋爱了吧？我们只是朋友，我不信朋友会送你娃娃。朋友就不能送娃娃了？就是嘛，这娃娃好可爱呀、啊，不几天送给我吧？快回家告诉妈妈，你们偷偷谈恋爱了。我干嘛要送给你啊？不给我是吧？那回家告诉去。哎呀，拿去吧，这还差不多。你干嘛要给他呀？本来就是朋友，又没什么。没事，我妹就是这样子的人，我们走吧。老板，这个可以试吃吗？吃什么吃啊？大吃猫啊。那这个多少钱啊？
100块钱一斤。啊，那么贵啊！嫌贵别买啊。那我学生狗叫可不可以便宜点啊？学一下。嫌贵你别买啊。你干嘛帮他不帮我啊？我是你姐朋友又不是你朋友。行，你给我等着。你去哪呀？爸爸，姐她和我谈恋爱了，这个娃娃就是那个男生送给她的。你说什么呢？妹妹，你不会又骗我吧？不会，这是真的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姐姐，是不是真的？把前两天我给你的零花钱拿出来上交，我看你以后敢不敢撒谎。我们只是朋友吗？姐，别难过了。都怪你。你看这是什么？我把爸爸没收的钱都拿回来了。你不怕爸爸明天知道了骂你？怕什么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再说了，谁让他没有搞清楚就骂你的。哼，行吧，那你出去吧，我要睡觉了。我不谢谢我。哎，姐，帮我放下手机吧，我的手机很重的。你自己不会拿着吗？你不是背包了吗？帮我放下什么了吗？我包那么小，你手机那么重，怎么放嘛？我不管，快点。哎，那卖冰糖葫芦的去看看。哎，我们去这里逛一下呗。不要了，逛一整天了，我都累了。再说我穿的鞋那么高，我的脚都抖疼了。你明知道出来逛街，你还穿那么高的鞋？那人家是公主啊，肯定要爱美嘛。不然你把你的鞋给我穿吧。我干嘛给你穿啊？不给是吧？那回来告诉爸爸你欺负我了。拿去吧。这还差不多，拿去。你不会有脚气吧？不许说闷公主。姐，把我手机拿给我。哎，我里面的钱包呢？怎么不见了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没有看到。肯定是你刚刚看手机的时候搞丢了。你别什么都闹了好不好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啦？那是明天我跟我朋友一起去郊游又用的钱，你搞丢了我怎么气啊？那关我什么事啊？我钱是怎么不见的呀？我都去不了郊游了。过来吃饭了。哦。姐姐，你怎么不吃饭呀？我没有胃口。看你们两个瘦的。谁把这块肥肉吃了，我奖励100块钱。这也太肥了吧，我都吃不了肥肉，吃进去肯定会吐的。就什么啊，我吹，我最爱吃肥肉了。好，那这100块钱奖励给妹妹。奶奶，给你。你不要啊，你钱不是掉了吗？刚好我明天可以去郊游喽。你不跟我说声谢谢？你还玩呢，该回家了，等下妈妈骂你了。你看我抱不了再玩吗？赶紧走。等一下，敢穿一下就是我的。拿过来，哎呀，没了。你没有钱了吗？我不是都已经用完了。哎，你姐不是还没走远吗？找你姐要啊。可以洗，那你等我一下。姐，有钱吗？借我点。没有，没有，是吧，厂长？干嘛呀？我是妈妈的，都是妈妈的。我跟鬼姑在外面要信了，我可没有这么傻，都是他的钱。对呀、啊，你可傻了，我们班最傻的就是他了。姐姐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妹妹呢？她是不是又跑去玩了？没有，她是